大菩提如来密因修正了义，诸菩萨万恒受楞严经，建业法师慈悲，诸位法师、诸位同学，阿弥陀佛！阿弥陀佛！请大家打开讲义，第两百四十面，松喜。 那么这一课呢，我们是讲到借破戒恶法为问端，而广是区区差别。那么这段等于是从一个假观的角度来发明佛教的缘起。佛教的因缘观呢、啊，大小乘是不太一样的啊。小乘的因缘观是从 业感而安利的缘起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的生命是由身口意的造作所创造出来的，这是所谓的业感缘起。那么，业感缘起当然建立了一个善恶的因果啊，但是它的不圆满的地方呢，就是说，业感缘起它本身这个思考还是一种对立的。 善恶的是对立的，染尽对立的，啊，有我就没有你，有生死就没有涅槃，有涅槃就没有生死。所以业感缘起到最后呢，会使力一个人啊，最后休息我空观而趋向于偏空的涅槃。所以他整个业感缘起当中所带动的思考，会偏重于断恶。 这部分，因为他趋向偏空涅盘的时候，修习一切的波罗蜜的善法，广度一切众生，变成没有意义了。因为你最后的结果是偏空涅盘嘛。啊，所以业感缘起当中呢，它是一个对立的思考。那么大正的因缘观，它是建立在现前一念心，来建立整个司法界的斩尽因果。 当然，我们这念心，那就是一种真妄不二的一个合合体。所以，大乘佛法在看一切法的时候，是抱着一个比较中道的思想。啊，我们的善念当中有恶念，恶念当中也有善念，生死当中也可以成就涅槃，涅槃当中也可以出现生死。 那么当然，这个思想能够建立，就是他能够从一念心而建立整个缘起。那么这从这一念心建立缘起当中呢，又有见教跟顿教的差别。你看唯识学它建立缘起的时候，是从阿赖耶识、阿赖耶识的受熏而产生种子，由这个种子而变现根生器界。 那么，从严顿的思想就是从一念心性，从真如缘起啊，真如受心啊，真如它全体不变，但是全体随也。那么这样子讲，唯识的大业缘起跟真如缘起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呢？阿赖耶识的因果思想，啊。它那个时间呢、啊，因果不同时。 阿赖耶识的观念是我们今生造业是来生得果报的，所以在唯识当中很少提到说你这一念心造业的时候，你当下的果报就成就。唯识学很少提这样的观念，因为他建立种子。那真如他没有所谓的种子，他是全体受训。真如是清净本然，但是你用善恶的业力心他呢，他全体行业化现。 所以真主思想，真主缘起的思想，它是因果是当下的。他认为说，你在起烦恼的时候造罪的时候，你的地狱的果报就成就了。我们从前面的经文来看，很清楚有这种观念，它因果是同时的，啊，所以你要掌握这个真主。真主的思想跟阿赖也是不太不太一样，阿赖也是是从种子然后变现果报。 真如是不可以分割，它没有所谓的种子，它是全体受熏，啊，全体不变，全体随缘，啊，那么从清净本然而安立的行业化现，啊，而这样子的清净本然跟行业化现呢，是同时存在的，啊，好，那你把这个观念懂了以后啊，你看这个它整个楞严经的啊，它的因果啊，你就很清楚，它是从真如缘起安立因果的。 好，我们看第十种烦恼啊。佛陀讲这个恶因呢有十种，现在看第十种的松喜。这个松呢就是真松，也就是说呢，他这个意思啊就是说，我们自己有了过失，但是我们不想把这个过失暴露出来，那怎么办呢？用种种的言辞再加以争辩。 那么的目的呢，来复偿自己的过失，叫赠送啊。看经文，死者松喜交宣，花以长富如是故有渐渐造作啊。先看这个总标，那么他这个因果也是从一个啊当下同时来安利啊。我们先看他在因果的第一个是祸啊，起烦恼，他的烦恼相貌呢是松喜交宣。 就是一种啊争辩啊言辞上的争辩，而且它是互相的去争辩。那么互相的争辩当中呢，就是一种烦恼相貌，那么它主要引发的罪业呢，就是覆藏，就产生一种覆藏的罪业，就把自己所做的过失把它隐藏起来，不想让别人知道，他也不想暴露，这个是他所造的业。 我们看这个果，苦果如是故有渐渐造作。那么这个果不是来生的，是当下的啊，就在你内心当中呢，你就会有一种好像镜子的啊，这个照料，又好像有这个蜡烛的照料一样，就没办法再复查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为什么在因果同时啊，我们今天造了一个啊杀盗淫妄的罪业。 我们把这个业，把它隐藏在内心的深处，一个黑暗的地方，把它遮盖起来。我们觉得自己掩饰的非常好，但是我们人他是一个有善有恶的，啊，是善恶的合合体。所以，我们夜深人静的时候啊，我们心一旦寂静下来啊，我们就会感到内心不安，就是。 内心当中有一个镜子，好像有一个蜡烛在照亮那个过失一样。啊，那么就使令我们啊，弟子心不安。那为什么不安呢？就是这个罪业被照料了。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就是我们在造罪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内心当中有一种功能呢、啊，会产生照料自己过失的功能，就像镜子，就像蜡烛一样照亮。好，那么这部分是没办法掩饰的。 看第二段的别名，如意至终不能藏影，恶习相生，故有恶有夜近火珠，披露树叶对眼烛视。那么这一下呢，就讲到一个譬喻了，说这种照料的功能啊，就好像在日正当中啊，什么事情看得清清楚楚啊，我们的身体的影子啊，根本没有地方可以隐藏啊，没有身影啊。 啊，藏身之处啊。那么这以下的合法呢，就讲到来世的果报了。恶习相生啊，就是恶习，当然指的是种子跟现行啊两个法互相的陈述啊。所以我们到了阴间以后呢，一个人经常的复长啊，他的来生的行业发现啊，就有恶由来跟他对应。 这个恶友呢，就是说他过去在一起造业的这些同伴呐、啊，就来到阴间呐、啊，来跟你对阵，叫恶友。这个业镜呢，就是他有一种哈、啊、善恶业力的镜子啊，它能够照见你过去所做的种种的恶事。这个业镜哈、啊。火珠，那么就是说这个珠子呢，它能够显现你心中。 种种的想法，你心中有什么样子的想法？当时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造作的？这个火柱呢，它就能够显现给你看。那么透过这个恶有业柱跟火柱啊，这三个法呢、啊，来使令这个罪人呢，他就很清楚的、如实的披露过去所造的罪业啊。那么这个就是啊，用这样来对验。 我们过去的事情，在阴间的时候就有这种果报出现啊。看劝诫，是故十方一切如来，色目覆常，同名阴贼菩萨观复如在高山富意俱海。那么这个地方是佛陀对我们的劝勉说啊，十方诸佛如来以他的智慧眼啊，来观察我们造的罪以后的复常啊，就好像阴贼，就是阴就是。 躲在暗处的贼，这个贼没有消失掉。我们表面上哇，这个贼不在了，其实他是在的，他随时会出来活动，因为他躲在暗处，随时会出来啊破坏我们的财宝。所以菩萨观察复藏这件事情呢、啊，就好像一个人呐、啊，头顶的高山呐、啊，想要过大海一样，就你这个山呐、啊。 越多啊，下沉的就越厉害。所以戒律上说啊，忏悔则安乐，不忏悔罪一生。啊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啊，我们造了一个善法，要把它隐藏，但是你造的罪业一定要花露出来，因为你一花露，你的罪业它就能够消灭掉。啊，是这个意思。 那么以上十种的恶因呢、啊，它的一个情况啊，我维大师说呢，其实是偏重在纯情跟久情一项，这种比较出众的烦恼来说，才招感第一的果报的，是这个意思啊。不过在这个严一老法师的后面有一段开始啊，是讲的非常好啊，我把这个观念跟大家说明一下哈。 严老和尚说啊，他说我们一个人呢、啊，我们一般正常人呢、啊，都是有造善有造恶，所以我们有时候拜佛念佛，有时候也造作一些罪业，包括前生，包括今生。那这怎么办呢？我们对已经造的罪业怎么办呢？严老和尚提出一个观念说啊，修行人你要做一个很殊胜的法门，就是有因无缘。 就是你不能够去创造一个去刺激罪业的因缘，比如说你今天你有一个田地里面很多的种子，但是你不去灌溉、不去浇水、不去施肥，这个种子它也不能够开花结果了。所以研讨上说啊，在这个净土往生的临终正念当中啊，你要能够啊，所谓的做到有因无缘，使令苦果不成，这个他这个祸业苦啊。 我们造的起的烦恼，造的罪业，那么业到苦果这个中间，你要把它切断，不能让业转成果报。那这怎么办呢？当然就是你要断恶念的相续。这个思想在大乘其实也提到，他说我们正念正主的人呢、啊，最主要的目的呀、啊。 就是破和合式断相续性，因为你根本没办法去对治种子啊。这个种子烦恼有种子跟现性，这个种子没办法对质的，只有承能因咒。所以我们是怎么样对视烦恼的现行？就是我们我们要注意一点哈，烦恼的第一念是没办法对峙的，凡夫没办法对峙第一念的。你看菩萨界第一个烦恼，他不治罪的，他不治你的罪。 因为这不是你的错，这个是你的等流习气嘛？你是生死凡夫，意境逢缘肯定起烦恼嘛。但是你烦恼第一念起来以后，你的观照力、止观力量没有现前，第二念开始治罪。菩萨界是从一个比较合理的角度来治罪，他是从第二念来治罪，就是烦恼的相续开始治罪。 所以他这个观念就是说呢，我们今天只要你能够每一个恶念起来，第一念不能怪你，但是你第二念的时候，你马上转念念佛，或者用空观，或者你思维烦恼的过失，你观察这个烦恼是生灭的，你不随妄转，正念真如不随妄转，然后把烦恼的相续破坏掉，这样子就能够达到临终的正念。 所以我们一再的强调，临终正念是有两种情况，一个是祖师的正念，祖师的正念是怎么样？他完全没有烦恼，那这个我们做不到。第二种是有烦恼，但是你意念你的真如、何其自信、本质清净，你能够做到不随妄转。我们现在是做这件，就是我们求是求是凡夫的正念，就是不随妄转。 祖师的正念是根本没有烦恼，这根本做不到啊！所以这一段啊，诸位可以看看研讨和尚的开始啊，他就是说啊，从有因无缘当中呢，做到苦果不成而成就大业往生啊。那么这个观念其实是很重要啊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是讲到啊。 这十种烦恼，我维大师说呢，虽然烦恼有很多啊，但这十种已经完全收摄，啊，佛陀的智慧把它收归成十种的烦恼。好，好，我们看下一段的新恶名六报啊，前面是讲恶因，这个地方是偏重在苦果啊。看第一段的总标六报。 银河六报，阿兰，一切众生六世造业所造恶报从六根处。这什么叫六报呢？为什么这个果报是会归成六种呢？我多说啊，我们众生呢，在因地的时候呢，是根据六根接触六尘而引生六世六种的情势来造业。那么在果地上呢，招感这个恶报呢？ 是从六根的感受来受报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这个根尘是啊，啊，它的因果又不太一样啊。噪音的时候是由是来引导，就是你的名言分别、你的想象啊。但德国报的时候是由根，就是这个受。所以你看，文士学他讲，响应是决定你的因地。 你遇到事情的时候，你是怎么想？你安利的是什么样的名言分别？啊，比方说你今天看到佛像，你安利这个佛像是功德像，你就造一个善业了，你就会去礼拜、赞叹、啊供养等等啊。所以这个我们因地的时候呢，是一直想来造业；那果报的时候是根据这个根的受。感受，它是一种直觉的。 从为师的角度来说、啊，我们造业啊，你有选择权，你你可以选择造跟不造，啊，受果报的时候，因为它是根，你没有选择权。你为我不想受，没办法，受果报只有认命。但是你造因的时候，你可以选择，你要造不造。其实我们修行呢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果受果报跟因地。 修行呢、啊，主要是注意那个因，地，因为那个果报现前，你根本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你没有选择权，那完全是一种感受啊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总标啊，把这个因跟果的造作的过程说出来。我们看第二段的别释，第二段以后呢，它有六种情况。先看第一个见报，这个见报也就是说呢。 我们在造业的时候，当然是六根接触六尘，产生六识了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讲眼根当中的眼视的见的功能来造业，也就是说呢，你造业当中呢，它的一个启动的一个动机啊，是从眼睛开始的。你眼睛先看到这个东西，升起贪爱，升起嗔恚，然后再造业。那么你因地的时候是以眼根为主。 所以你得果报的时候呢，你这个果报啊，也是从眼根来开始受报。我们造业就有用有一个开关一样，是先有一个开关打开的，然后那个烦恼跟罪才会整个发动出来啊。那么这当中呢，也就是说呢，当我们因地的时候，我们习惯性是从眼睛先看到东西，然后再去造罪的。那么未来得果报的时候呢？ 也是从眼根开始受报看经文就容易清楚。先看第一段临终的情况，因何恶报从六根出？一者见报遭引恶国，此见业交，则临终时先见猛火满十方界，亡者神是飞坠尘烟入无间狱。说什么是地狱的恶报啊？从六根而出呢？ 首先，我们看第一个见报，就是阴地的时候，它是以演示来带动造业，也就是说以演示为主，以其他的诸事为助办，那么这样子呢，这样子的的情况就是有这个见啊见业交啊，就是有见业报跟交业报。见业报呢，也就是说以这个眼根当中的。 演示来得他的正式果报啊，那么教业报呢？也就是说呢，他虽然不是一个主导者，但是他当时是帮助眼根的眼示来造业，叫教业报。那么其余的诸根的诸事来受果报，他当时是助办，所以得果报的时候也是助办啊。所以假设我们是以眼根的眼识来造业，黎明中的时候啊。 这个罪人啊，是先看到啊，这个世间上啊是生级猛火，而且这个火是充满的十方世界啊。我们说明一下哈，眼根它是属于火啊，这个是你要先背下来，就是眼根是火啊。所以你眼根造业的时候，你第一件事情先看到火，因为眼根它的属性是属于火啊。看到火以后呢？ 当然，这个这个人他就王者的神势啊，他就很想要往高处跑，或者是想要爬高啊，或者是想干什么，他就会想要飘飞而上。但是，因为他本身造业的时候一直情情想，而这个情想是属于下坠的，所以他虽然怎么爬还是爬不上去，最后还是啊坠下移。 啊，这个烟火当中而直接入于无间地狱。这个地方是讲到我们在一直眼根来造业的时候，临终的情况，他是先看到猛火而升起的啊。那么到了地狱以后是什么情况呢？看第二段。 花明二相，一者明见，则能骗见种种恶物生无量味；二者暗见，即然不见生无量恐。那么，他随着这个烟火而坠入无间以后呢？这当中啊，这个罪人啊，他也是从眼根当中啊，他见到两种不同的情况。第一个明见，这个明见的意思就是说呢，他在阴地的时候啊，造业，啊，他是明目张胆。 毫无忌讳的，在众人的情况之下造业。那么这种情况呢，他在德国报的时候，他就普遍见到种种的邪恶之物，比方说啊牛头马面啊，或者火蛇火狗啊这种可怖畏的东西啊，现在他的前面。那么这个罪人看到这个东西以后啊，他升起无量的畏惧。 啊、这个是他在明目张胆造业的情况。二者暗件其然不见，生无量恐。所以这个罪人他造业的时候啊，他是在暗处，别人啊不知不觉的情况之下造业。那么他到地狱以后呢，他是什么？他什么都没看见，就是整个外在环境是一点动静都没有，所以他就很害怕。是怎么回事呢？ 他心中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，他什么都没有见到啊，这个是案件。那么这个是讲到他的本根，就是他的眼根啊。他一直眼根造业，所以他得果报的时候啊，先从眼根啊啊出现这种恐怖之相啊。但是他在造业的时候，也可能会带动其他的诸根啊来助办，所以他后续呀、啊。 也会有焦报啊，就是在六根呐、啊，在阴地的时候是互相的照做，所以得国报的时候也是互相来受报啊。看经文：如是见火烧天，能为覆汤阳童烧喜能为黑烟紫焰；烧味能为焦丸铁糜；烧醋，能为热灰炉炭。 烧心，人生心火病杀，上骨空见啊。那么先看眼根，眼根见火。其实这个地方见火，它是古德说是少了一句了，应该是先见到啊这个铁床铜柱啊这种火烧的设法。因为印地的时候可能是看一些啊美貌的男女之色而造业，所以他得果报的时候啊，先眼根当中呢。 看到这样子的一种部位的设法，那么烧听，因为眼根属于火了，那么火、嗯、它是烧，但是它在烧的时候，它在阴地的时候有这个耳根的助伴，所以它就烧到这个耳根了。那么耳根，诸位知道，耳根属于水，所以火跟水的合合变成什么？护汤养桶，就这种热的。 热的汤啊，或者是羊铜啊，这种被融化的铜汁，就听到这样种种的音声，乃至于有这样种种的痛苦出现啊。烧习，这个眼根的火烧到鼻根的习，这个习就是气息。那么这个气息跟火的接触呢，就产生那个黑色的烟跟紫色的火焰。 就会有种种这种臭秽的气味发生。烧味啊，这个它是跟舌根的合合。那么舌根它是属于金，那么火跟金的合合呢，变成什么呢？啊，焦丸铁糜啊，就是口中会尝到这种啊焦热的铁丸跟铁糜的这种汁热汁啊，来烧灼他的身体。 叫烧味，烧处能为热灰炉炭，这个处是生根啊，生根它是一种处，处就是合合。那么我们阴地的时候，可能跟男女的柔软的身体合合，所以德国报的时候呢，因为眼根的火跟生根的处合合啊，就会感受到有这种热灰啊，有这种炉炭呐、啊、来烧。 烧触我们的身体，烧心这个心，这个心属于风，啊，风则动也，所以这个火跟这个风合合起来的时候啊，这个罪人就会感觉到满、啊、天的星空当中啊，有很多的星火向、啊、下，啊，普遍的这样洒下来，而且充满整个虚空之界，完全是无处可躲，无处可逃。 那么在当中呢，也就是说，它是以眼根来当本根来造罪啊。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啊，这得果报不是说你当然以眼根为主，但是其他五根就不一定。看你在阴地的时候，一直哪一根跟眼根配合，哪一根就有罪业。假设其他哪一根没有，它就没有这个果报。这个交报就是在阴地当中有交互作用。 那德国报的时候才会交互受报，啊，那么我们看得到眼根的德国报以这个火烧为主，所以你看，一个一个你命中的人，他看到热火，那他是眼根德国报。第一个先看到火的话，他的因地的一生当中啊，他的眼根的罪业最重，所以他眼根先发动出来，啊，先看到这个火。 这是一个判定的方式。看第二段的文报，那么这个阴地当中的造业呢，是以耳根的听闻来当众整个造业的主导者啊。那么他临命中的时候啊，他就有不同的情况。看经文，二者闻报招引恶国，此闻也叫者临终时先见波涛，莫逆天地，王者神是。 降成留住成流住无间意，所以这个人他因地的时候是以耳根的耳识啊来听种种音声，来带动他的罪业。那么这个罪业当然有他耳根本身的业报，也有他其他诸根来帮助的所谓的交报啊。那么本身的业报跟交报合起来的时候啊，在临终的时候啊，他先看到、啊。 波浪滔天呐啊，淹没整个天地，因为耳根属水嘛，所以他看到的是水，啊，片满天地呀、啊，这个波浪一波一波的向他冲过来。那么这个王者神士呢，当然他也想要跑啊，他要往高处跑啊，要跑到屋顶啊，跑到上上面去啊，但是因为他本身是属于纯情或者酒情，他的情执重。 所以到最后，他内心的情感呢、啊，还是把他压下来，而入于啊，乘波浪之流啊，而入于无间地狱当中，啊，没入于水中。这个是他临终的时候所看到的情况。那么到了第一以后呢，看第二段：花名二相，一者开听听种种闹，精神冒乱；二者必听，即无所闻，忧魄 沉默。那么他到了地狱以后，他的情况是两种，一种是开听，也就是说呢，他听到的是一个动态的生成而造业，啊，别人跟他讲什么话，别人对他有所嫌恨，他就带动他的烦恼跟罪业，他是有听到音声来造业的。 在德国报的时候，他在地狱当中也会经常听到种种的啊吵闹的恐怖的阴声，使劲这个阴声呢、啊、非常大声，而且根本没有停止的、啊，使劲这个人精神呢、啊、冒这个冒就是昏昏昧啊错乱，他这个阴声呢、啊，他跑到哪里都有阴声，就不知道如何是好，精神冒乱啊，或者必听。 他在阴地当中造业的时候，是一指静态的生成而造罪，就是别人都没讲话，但是他从别人的表情当中呢，他怀疑别人对他有嫌恨心而造业，就是从静态的阴身造业。就在得国报的时候啊，他就到一个地方是极然而无所听闻，完全没有阴声，那么他的神识呢，就跟随这个波浪而沉默。 完全在无声无息当中啊，随波浪而沉没啊。这个是他的那个德国报的，他的本根啊，他所发出的这种痛苦的相状。再看他跟前五根的交互的受报。如是文博作文则能为贼为杰，助见则能为贼为火，为恶毒气；助喜则能为以为物。 撒诸毒虫，充满身体；诸味则能为容为血，种种杂秽；住处则能为畜为鬼为混为尿；住意则能为电为跑，吹碎心魄。啊，如是闻波，那么耳识当然属于波浪了，它这个以这个水波为主了。 那么水波当中跟耳根的结合啊，就产生一个“折跟“结，它到第一当中啊，就是耳朵当中啊，听到空中有一种很大声的呵责他的声音，或者诘问他的音声，啊，有这个呵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啊，诘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啊，住见。 那么，当这个耳根跟这个眼根的剑合合，因为剑是属于火啊，那么水跟火合起来就变成雷啊，就像天上的雷啊的这种吼叫的音声啊，或者是这种邪恶的毒气来伤人啊。那么这个是剑，就这个为雷为火啊，意思就是比喻啊，看到一些很多很多啊。 众生啊，对他现出这个怒目凶恶的相状，这个是讲到他的剑跟耳根的结合。柱习跟鼻根的气息结合，则能为以为物，撒诸毒虫充满身体。那么这个水跟气息结合在一起呢，就产生了下大雨啊，或者是天中很多的啊这个雾。 那么在这个雨水跟雾当中呢，就骗满很多很多有毒的小虫啊。那么随着这个雨水啊，随着这个雾啊，就爬满自己的身体，啊，这样的一种痛苦啊。诸位则能为荣为学种种杂秽？甲在他的它的耳根跟它的舌根啊，这个舌根是属于胃啊，当然这个胃也包括精的意思了。 那么水跟胃结合在一起呢，就产生脓血，啊，种种这个污浊臭秽的东西出现，他经常就跑到哪一个地方都很多的污浊臭秽的东西啊，就沾满了身体，这是他的这个耳根跟舌根啊交互的造业，住处，那么他的这个耳根跟身根啊，身根当中这个处就是合合。 啊，只能为畜、为鬼、为粪、为尿，就是他会看到这个啊，很丑陋、很卑贱的畜生啊，或者很多部位的鬼啊，啊，经常在他的身旁，他跑到哪里去都没办法躲避，或者经常接触到这个粪尿这种不净的东西啊，跟他身体啊沾满他的身体，啊，这、就是他的耳根跟身根呢、啊、交互作作业的结果，注意。 这个一根的丝，它属于风啊，动态的风。那么耳根的水跟风的结合呢，则为电为袍，就是看到空中啊啊突如其来的闪电啊，冰袍啊啊突然而来。那么他呢感到一种啊压迫自己这个精神的状态，精神感到一种很强大的压迫。 那么这个耳根，当然它的主要的内涵是水啊，看到很多污秽的水啊，很多的臭秽的水啊，啊，遍满它的身体啊，沾满它的身体，这个是耳根的主要的相貌啊。我们看第三的嗅报，这个嗅啊，就是舌根。 当中的嗅的功能啊，我们看临终的情况，三者嗅报招引恶果，此嗅业报者临终时先见毒气冲散眼睛，亡者神识从地涌出入无间意。那么在阴地当中呢，是以这个鼻根的嗅来造业，所以德国报的时候呢，也包括的鼻根的啊，自业报，也包括其他诸根的教业报。 那么这两个结合在一起的时候，临终的人啊，他这个鼻根属于气息，所以他先看到这种恶毒的气息充满空中，若远若近。这个王者神士看到这个毒气的时候啊，因为毒气是往上飘嘛，所以他就往地上爬，可能跑到这种洞里面去。但是他跑到洞里面的时候，发觉这个地上啊、地下、啊、这个洞里面也充满了毒气。 所以他就从地涌出，从洞里面跑出来，结果就直接堕入无间地狱。这个从地涌出就是说啊，他看到毒气，他很自然的往地下钻嘛。往地下钻的时候，他到了地下，以为没事，结果地下还是出现毒气，所以他就从地里面跑出来，结果就直接堕入无间地狱。这个是讲临终的情况。好，我们休息十分钟啊。